欢迎各位观众朋友，我雪兔。今日呢，我们来到 Lincoln Outlet， 没错，昨天我们没有打到什么东西，今天来复仇。我带了谁？我带了幸运绿茶，他现在是我们的摄影师。你知道昨天我是遇到两张武器，都不是我的，就在一个小时之内，两张武器，一个被交换，一个在我前面被拿走，我只能忍痛的说恭喜。就证明了什么？就缺了个人嘛，缺了个你。今天的天气呢，着实冷，温度瞬间骤降，哇！我们台湾的那个温度真的是这样子一直在跳的。反正前几天还好的，那可以穿个短袖，现在呢，瞬间就要套个羽绒衣服了。这种羽绒衣服还有一点不是那么的足够。在这一次打卡呢，会遇到什么样子的五星？我期望的人可以多一点呐。昨天可能是因为里头还混着三弹，所以打的人数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多。最好的话就是已经有出五星了，我们就直接开始拍了，走吧 ，Let's go。谢谢啊，幸运福星 ，Go！ 现在他这个好少人哦，他这个服装已经变标配了，你知道吗？真是喜欢。啊，没什么人在排，还是有啊，还是有一台在排啊，我就打那一台也不错。都是你，好玩好玩。什么时候要出三弹？最左边还是三弹的？四弹，三星，好多三星啊。啊，行，我们先排个打一两场看看。我们这个五星就大师球吗？在隔壁。真的可惜，我到底没说什么呢？我这下来也没关系。下班了，打幻魔了。其实不而已，四台哎。没想到我们要等第四站第二天直接下班。直接下班，好狠。中了宝贝球。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真实在玩高雷的记录了，真的。我们不可能每一次出来打高雷都玩到啊。五星两张啊，一张啊，没有，都还是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还行啊，接受。然后隔壁是紫玉剑，那直接顺牌啊，恭喜！我开胡了。我觉得老实讲啦，一直排队真的很没意思，就是我们不是在玩排队模拟器啊，我们在玩高雷啊。如果真的没有五星，打个四星，我也觉得也 OK， 好吗？也行。就让我打个几道吧，碰到也爽。我们那个排队模拟器玩的是挺累的，光排队我们至少排了加起来快一个小时了，然后现在没有打到一些像样的，我就觉得不是那么的开心。里头好像连四星都没了，对，只剩下三星的。五星啊！如果要排的话，感觉要排一段时间。我们只遇见排一次，就是排得到我们就打一道，排不到我就算了，好不好？就只遇见那隔壁，我等一下也排一次。幸福蛋这么难打啊！排到我们了，其实这种排很长的队伍，大概
排个一两次就很不想再排了，是不是真的之后出门都要带椅子啊？然后前面两个都有遇到直遇见大图，所以没准呢会躲。哎呦，有大图还海岸，哇，舒服极。只要谁中到救急球，基本上应该就差不多了。因为我觉得这局一件有出一段时间了。哇，中不到，再见了。我们连续两次五星都在前面接下了，今天运气应该很差很多。我看你孤蛇。他就躲了，也是啦。想太多。想多了，对对对。机会，他跑掉了。有机会，林江换到安陆可以哦。没有。没有加赛级哦。行吧。加班。最终呢，我们只能饮恨离去，对，无法。这个排队都要排很久，而且这种是两三次的排队，真的太累了。我原神都已经把我的每日任务打完了，你知道吗？夸张。而且我的手机也不能玩太久，原神会烧掉。我不会。这就是搞垒日常，本来就不大可能说，每次一来都有五星，都有五星的东西。但常态就是你前面的五星输掉了，这就是常态。绝兔呢，就呈现最真实的样子，连续两天都没打到任何一张。但至少有打到了，有跟他 PK 啦，有跟他 PK 啦，我就连遇到都没遇到，还行啦，我连加赛还是两只三星，看来今天你没什么运气。我觉得你应该要这样子拉高一点，不然的话那个太暗了。我觉得我之后要改良一下，看可不可以这样子拉起来的时候，他这样子准备这样。行啊，他现在要变成路卡利欧大选择了，我的 fuck。好了，那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就下次的搞垒再见了，拜拜，记得穿暖一点啊。